我特别喜欢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的一个词，叫钝感力。钝感力是什么？就是你尽量在面对友谊、爱情、婚姻的时候，要学会我毁着。就很简单，你要对很多事情不要那么敏感，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做判断，你钝一点，你慢一点。因为你一清楚，你就变成苛刻，变成计较，这特麻烦。所以你看九六，你教这么好，你最牛的地方就是你从来不去计较对方的任何事儿，难得糊涂，真的。所以永远每个人跟韩老师最大的感受叫做什么呢？叫安全感。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讯息太多了且繁杂，而且很重要的是那个讯息不见得是直接渠道来的，如果你都很敏感的话，很有可能你会被误导。我最喜欢那本钝感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生活中可能是比较敏感的捕捉到身边的其他人的情绪啊，所以才会给你带来不开心或是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人是真的需要钝感力的，我就是一个钝感力非常强的人，基本上我每天是可以开心100分的。所以钝感力是能力来的，是要学习的。